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ir， 带妹妹来打开店，有皮卡丘大图哎，暑假人真的很多，一开店呢就好多人在排队了。目前呢没看到其他五星。五一配最好的配置，看这次会不会又展现妹妹之力啊？来玩个合体好了，杰克罗姆跟裘雷姆。合体变成暗黑裘雷姆。直接加50。哦，皮卡丘秒杀，菊草叶失误啊！暗黑裘雷姆追得到吗？追到了，合体真的跑超快。来看看皮卡丘要不要跟我妹回家。哇，彩球彩错边。完全不咬，完全不演。彩球一星会有交换吗？可惜没有啊。轮到我了，来转一下蟑螂大图，莫非又要？派出杰克罗姆跟拉鲁拉斯，神卡拉鲁拉斯啊，打活动对战很好用。轮到蟑螂攻击。哦，出现反击机会，还是不要反好了，让黑龙放 W 招。蟑螂的飞踢超像骑士踢的，有人也是假面迷吗？居然没秒掉，靠拉鲁拉斯的最后一击。搞定，应该不会再遇到前辈了吧？果然没有每天过年啊。救急异兽推精灵球，是不是直接先去后面排队了？一下，两下，爆了不意外啊！不知道有没有保友用过精灵球抓过蟑螂吗？
欢迎留言分享啊。又轮到我妹了，哦，你是蟑螂大徒哎。五一配有机会出交换哦，派出胡帕跟洛奇亚，都没抓到这弹的洛奇亚，只好拿 W 招的洛奇亚出来玩。菊草叶残血，菊草叶这么萌，等等大叔要不要出个交换啊？看我妹跟蟑螂有没有缘分。一样是精灵球啊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。多咬了一下，还是没抓到啊。交换大叔可能还在睡啊，都没有出来交换呢。哦，还有气息。又是皮神，看来我妹跟皮卡丘比较有缘呢。直接来看捕获，也是精灵球啊！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有了，还是没有啊？妹妹之力还在酝酿吗？又轮到我了，暑假真的比较多人啊，排着排着洛奇亚入盘了。哦，双大土欸，选个基格好了。右边一个大草莓亮晶晶，各位观众有没有？没有。喷四星火爆兽啊！目前盘内有四张五星，这弹 Air 最常遇到力神。哇，隔壁包台精灵球索帕路奇亚，哎，真羡慕。太常看基格对战了，直接来看捕获。今天真的是精灵球之日欸，
别人的精灵球都不会让人失望，我的精灵球连摇都不摇哎。真的都不出交换机会哦，我也有气息了，卡四张就比较容易有气息啊。我也遇到皮神了，还是皮卡丘要跟我回家。不是啦，怎么都是精灵球？一下，两下，精灵球真的太难锁了，除非是别人的精灵球啊。又轮到我妹了，看来我妹真的跟皮卡丘比较有缘呢。中间大草莓亮晶晶，各位观众，妹妹之力有了啦！妹妹之力再度展现啊！今天的抽奖呢是由保友 Lee Boy 赞助，这次抽金卡五星闪电鸟，帮我订阅频道，影片按赞分享，在下方任意留言，我们抽一位哦，有没有机会单场双五星？派出杰克罗姆跟刚刚喷的皮卡丘，这次皮卡丘复刻配金卡呢，真的很对味啊！如果可以，真的会想多抓几张皮卡丘啊。打洛奇亚快半条血量哎！速整尾熊的逆袭加三五，皮卡丘撑住了，搞定，看妹妹之力能不能乘胜追击啊。哦，高级球，看来有机会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居然爆了。果然高级玻璃球实至名归啊，今天大家几乎都推精灵球，好不容易看到高级球欸，结果还是没抓到，不过至少有皮卡丘啦。我妹后面是保友的女儿，遇到费洛美狼推到了救急加高级球，完美的发挥小妹妹之力啊。可惜人太多啊，没办法跟我妹排在一起。果然卡很多张，常常会连下。我真的跟力神比较有缘呢，但也是抓不到啊。来看一下力神的推球，
跟精灵球超级有缘呢。一下，两下，爆了！每次的历程都只遇见了。再靠妹妹了，最后一场机会。果然下完两之后就都没大图了。力神狂出来，洛奇还不知道躲去哪了。看我妹能不能再带一只回家啊。一样也是精灵球。秒爆欸。总结，妹妹之力跟小妹妹之力真的强啊。整个早上这么多人，只有他们有下五星欸。看来机台只爱各种妹妹。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 ，Ciao。